不行的话，我就真的没办法了，就只能玩别的游戏了。所以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自言自语的实况台，我是张小颖。今天这个开场白我已经讲好多次了，因为一直没有办法搞定，一直会卡卡的，然后一直会有丢失影格的问题，我也很头痛啊。那不管了，我要开始打了，我不管啦，看不看得到就是大家的缘分跟我的缘分。现在我来找工作了，我要赚钱，因为我刚刚去看了一下那个车子的价格，他说一台车的价格是99,000，所以我要开始咯。找工作，开始驾驶。我有新邮件，大概又是什么传单吧，看一下啊。哎呀，银行，不，我才不干这种事。出发。不对，应该是打架。好的，很顺利的上了路。我们要开229公里，那么远，速限是50，所以我们小心不要开太快，免得我被开单。我的油应该是够的，应该是不用跑加油站。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去过任何一次加油站。哎呀，像我微微插到边，哎呀，切换一下模式好了。但是在窗这个车头灯模式才比较方便看风景啊。这边是加油站。哎呀，这台车想干嘛？你做梦！才不会让你随便超车呢，才不会让你插队。哼。哦，时速有点快，66。我这边速限是60，所以还好。64。哇塞，那台车绝对是飙车吧？前面有一个看起来还蛮急的转弯，看起来是一个红绿灯，我最好先开始刹车。很好。来咯，很好，手刹车，然后我们打个右转的方向灯。为了怕撞到东西，哎，我还不知道我的车多长呢，等一下来看看。哎，我的车还蛮长的。完蛋了，遭遇困难。遭遇困难了怎么办？哎呦，好，再切回来，还是不要去好奇这种事情了。哎呀，下雨了，糟糕，雨刷是哪一颗？糟糕，雨刷是哪一颗？
糟糕，雨刷是哪一颗？我不记得雨刷是哪一颗了。等一下来查一下，没有雨刷也蛮危险的、哦。看一下我有没有乖乖的开在路上，有。哎呦，啊查啊！等等等等，慢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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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、哦，总算是刹住了，啊、哦，好险！解开手刹车，好，前进。小心的，小心的前进。我要不要切暂停，看一下雨刷是哪一颗呢？这个雨，算了，这个视角我就不需要雨刷。对，神一样的卡车司机，我不需要雨刷。就算我的窗户全部都是雾，我也不需要雨刷。哎，这条路可以开到80，认真的吗？那我不客气喽。其实他也没有人在跟我客气，每个人都开得跟神一样，飞快的往前冲。但是我觉得卡车开80好可怕哦，一不小心就会出意外吧。一不小心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受到严重威胁吧。好，我们慢慢的。我比较胆小一点，我的这个停车间距比别人长一点点。继续前进。看看呢、哦，现在还有167公里，我的速度有点慢。我看看哦，奇怪，为什么他只能够看到一边的后照镜，不应该是两边的吗？切个模式看看，这样比较正常吗？我后面没有车，因为我已经是场上最慢的一个人。哎呦，切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呵呵，等等，前面是什么？前面是一个环形的弯道 ，Frankfurt， Dortmund， 等等，制造就对，制造。我擦，前面这台车，你可不要犯蠢啊！这是要发生连环车祸，打亲！啊！又撞一个。都是前面那孩子错吧？都嘛是他刚刚害我撞到他。哎，完了，我有预感，这趟我又拿不到几个钱。我有预感，这趟我又拿不到几个钱了。我要何时才能够存到99,000？绝对不能跟银行贷款，贷款了我就要破产了，一定还不出钱来的。真讨厌！啊，继续开。多特蒙德 ，Bremen， Hannover。多特蒙德礼拜一还是礼拜二？好像才有一场比赛，没错。多特蒙德对
对哪对哪一队我忘了、欸，反正多特蒙德好像这礼拜才看了他们的比赛。好，那我来看看啊、喔，我后面应该没有车吧？不要害我又撞到人哦、喔！切内线，很好，下交流道。我擦！我知道又车祸了，又车祸了。哎，这次他是不是没有把我扣钱？好像疑似没有扣钱，嘿嘿。好，那就继续前进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玩这个游戏啊，真正困难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真正困难的是要开到那个卸货地址的时候，倒车卸货那个才是困难。要停对那个位置，真心很难呐、啊。旁边是向日葵吗？大朵的向日葵。我后面好像也是大车。我应该不用加油吧？不用，我第一次加油，他应该会给我提示吧。而且这边禁止转弯，我也加不到油，所以不看他，继续走。这次的导航比较贴心，他在这个重要的路口上，他会告诉你说这边是直走还是转弯。上一次玩那个公车司机那一款游戏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讲。然后我常常会一不小心就转错弯，然后就悲剧。这边速线比较低，所以我开慢一点。主要是我不想再赔钱。66公里，67。没有人在，我可以偷偷开快一点点吧，没有人在啊，偷偷开快一点点可以吧，他没有先进到连罚单系统都有吧，还是他其实有，搞不好我那封信就是一张罚单呢。这么一想，突然好不想看信，好不想收信了。加油。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都是比较乡村风景，我其实还蛮想看看城市的风景，但是我又有点怕说我看城市风景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城市各种重要地标撞烂了，更怕的是有行人怎么办。这么一想我也就认了，继续走。很好，很顺。哎，等等，超速，慢一点。好，又回到，哎，前面有一座风车，磨坊，真漂亮。你先进，又有一点微微的超速。F7什么电话吗？哦，呼叫援助。哦 ，F1 是暂停 ，F2 是后视镜。啊！我刚刚在看我的模式啊！啊！讨厌，哼，我就是手残摸了一下，看了一下，就撞了，真难过。我很想知道，在如果有人在看实况或者在看，我的录音档的话，我很希望你们可以告诉我，就是。我的游戏画面
会不会顿顿的一直累，我还蛮需要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，好像我自己开双视窗的时候，我的另外一个视窗一直在转，我不确定是我的网络问题，还是每个看都这样，所以很好奇。如果有要聊天的话，就是在我开的时候到这个退取的聊天室，我没有看巴哈聊天室，我只有看退取聊天室。前面那台车，我有预感，我再不慢下来我就撞上它了。诶，为什么它有车前灯我没有？为什么它有车灯我没有呢？算了，我连雨刷都没有，计较什么车灯？53公里，54公里。哎呦，转弯小心哦！啊！啊！一不小心又歪了。哎，黄昏了，哇，我快一点，还剩下19公里，19公里小事啊，但是我不能撞到对向来车啊，小心。19公里小事啊！哎呦，我有预感快要到了，但前面的车，我有预感我快要撞到了，有点太快了，慢点，慢下来。好，我看到就在前方不远处，但就像我说的，我要稍微慢一点。卡塞尔。前面的车该不会跟我同一个目的地吧？我要在前面这边转进去，所以虽然大家可能没有看到，但其实我暗戳戳的，我其实打了方向灯。好的，来咯，就在，哎，他管跟我同一个目的地，是在这里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因为我的尾巴很长，所以我最好走远一点。很好，哎呦，这次难得我过弯居然没有撞东西。我把方向灯关掉。前面就转进去就到了。好，那么我应该要先切内线。对，我应该要先放慢速度。然后呢，转进去，然后呢，卸货区在哪？在这里。那我为了要能够拿到卸货奖金，我一定要成功的倒车。来咯，这就是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，倒车入库。来哦，我们要像这样，然后啊，哎，好，看到了吗？知道这多难了吧？来，我们需要像这样，好，啊啊，快停！然后我们要这样，很慢的。诶，我觉得我可能抓到倒车入库的诀窍喽。距离差的有点，
这个距离是不是差有点远？这样不行，我们要检讨，再来一次。对，我们要想办法让，我们要想办法让它的尾巴能够往内转，所以我们这样很好，好，往内转，好，然后呢，车头转回来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等等哦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啊，好好好，好呢。等等等等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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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对不对，先小心的，小心的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好好好，这样应该准了吧？又歪了，又歪了，再来一次。啊，等等，快停，快住手。好，来，怎么办？它变成了一个直角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它变成了一个直角。这样好吧，这样试试看。真的，哦，快要撞到东西了。好，小心的。哎，怎么又？我每天就玩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光弄这个停车，我就我就可以弄很久。虽然目前为止都还是有好好的成功啦，只是真的很艰苦啊。哎，怎么现在又歪这样了？怎么又这样了？这样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停进去。很好，很好。现在换一个方向。不行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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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这样。好，哇。稍微调整一下位置，好，稍微调整一下，稍微调整一下，好，停，来，一点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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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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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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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好，再歪一点点，好好好，这样。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进步一些，这就是我的倒车哲学，哈哈，我们每一次都比前一次再好一点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停它个几十次、上百次，我们总是会能够停到正确的位置去的，对吧？
差不多了啦，因为我一定要拿那个停车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小心小心，不要撞到别人的货柜。好了，来哦。好，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位置。好，调整一下，好，停，再来，好，停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再歪过来一点点，不行，有点歪歪的。怎么办？有点歪歪的，这样不行。哎，这样不行，有点歪歪的，有点歪歪的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想要一个轮胎模式，就是我想要一个是我可以直接控制轮胎的模式。哎哎哎，歪错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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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很好，好，不对不对不对。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你的车头，好，控制一下你的车头，控制一下你的车头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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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，好，可能再后退一点点吧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他说停就停吧。满意度菜鸟级，这次我拿到了3000块吗？耶！恭喜我自己，继续。啊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迎接下一关。哦，真是好艰困哦！不是下一，也不是下一关啦。迎接下一次的货款，这是什么？这张执照可以增加我的收入，我一些货物运送。那就社会阶级一炸药。哦，我可以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我点了阶级一，我可以送炸药；点级二，我可以送危险气体。啊，反正我又不会真的。哎，但是如果我带这种，我如果撞到的话，我应该就会死。应该是这意思吧。好，好的，现在我的公司有5000块，很好，但是一台卡车要99000。我来看一下刚刚是谁寄信给我，我们非常需要你。哦，直接到我们在科隆集货场接受任务。那好，我就直接到科隆集货场去看看。科隆，不对，这就没有办法。我要怎么弄啊？我要工作市场，我要找工作。他刚刚说我可以直接到科隆的集货场啊。我要怎么去科隆集货场？
快速工作，我要到科隆去。哦，所以他是看我现在，他是看我上一趟到哪里去，来决定我现在的位置吗？不对啊，不对啊，我理论上我刚刚到过这里啊。我再看看我的信有没有办法让我直接到那里去。科隆的集货场，那怎么去啊？卡车经销商，不对，这个我买不起。银行也不是，那没有办法哎，我只能够。不要管这个，我只能够老老实实的，科隆的集货场，是这个吗？我有没有办法直接到这个地方去呢？集货场，我找一个到科隆的工作去看看好了，看有没有办法找一个到科隆的工作。这是什么？运送危险物品吗？好，不管，我想选价格高的，但好像都只有价格低的工作。好吧，这个他到科隆，我们就跑这一趟吧。有货运市场有没有办法？从货运市场看啊，工作市场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好吧，那等我有车才能去是吧？那么就你吧 ，Go！ 啊，好，出发喽！虽然薪水不高。但总归是一份工作嘛。先打个灯。好。出发喽！哇，这还是看起来有点大。我到底开的什么车啊？等等，哎呦，一下子按错你，哎呦，哎呀，不要啊！好，我就安全的回到路上来，看一下驾驶模式，33°C，34°C，好热，好，走。我总是紧急刹车，这真的很危险，但我没有办法控制，我就只会紧急刹车。走起。看了一下左右都没有人，那我们调一下模式吧。开这个模式来开，这个模式漂亮，风景好，夜景也漂亮。晚上的时候玩这个游戏。还是挺赏心悦目的啦。这条路我之前好像有开过。前方有一个大转弯，我先打方向灯。从这个车窗处其实可以看到我打方向灯酷。慢一点哦，要到科隆去。好，很好，大家都看到我是如何遵守。啊，等等，
等等，我先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等等，我先看一下车头灯是按哪一颗。车灯模式是 L， 好，我现在记得了 L， 远光灯是 K， 喇叭是 H， 超车灯是 J， 雨刷是 P，L 跟 K， 哦，这个我应该要拍下来记起来。这样吗 ？L 跟 K 啊，没有远光灯啊、哦？咦，有啊，呵呵，哦，嗯，好吧，这个吧，哈哈，好吧，我又学到一招了，我现在也是一个会打车灯的人了。哎，莫名其妙一上路先被扣钱，真难过。加油！这趟的薪水恐怕还不够我出车祸的呢。加油！212公里，但其实开起来很快啦。有点太快了。哦，前面有车来的时候，它会闪下哎，真有趣。我也要玩这一招。这样，哈哈。嗯，细节做的还真是很不错。你看旁边的这个杆子，灯罩罩好像都还会发亮那种感觉，是真的做的还蛮细的。但是连稻草都会发光，就已经太过分了吧？斜坡、下坡，慢一点。啊，偶尔踩踩刹车。继续直走，又太快了。看来如果我真的超速，他会直接开罚单给我，他根本不用测速照相机就可以开罚单给我。刚刚我没有打车头灯，他就是直接扣我钱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超速的话，他应该也是会扣吧。前面有一个大大的弯，这条路我觉得我之前跑过，到科隆，对，好像一模一样的路哦，我好像之前跑过一模一样的路。好，这个一定要放慢速度，很危险的。哎，不能这么慢啦。好的，小心不要撞断啊！来不及了，好，可能撞断路边的杆子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发现旁边的时间竟然不是对标准时间，它旁边的时间竟然是游戏时间。我还以为我可以就是直接在这边看时间呢，但原来不行。但也没有关系，继续。旁边看起来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货物集散地。我开到对向车道，不知道会不会罚我。整条路只有我应该要开收音机来听的，可是我怕我听得太专心就出车祸了，所以我们还是不听收音机了。这边是一个
洗衣房，旁边是小河。漫长的路上，只有我跟我的卡车，好浪漫啊！哎，等等，我后面有一台车，他不会想超我车吧？那我只好拿出我蛇形天后的当家本事来。算了，让他超吧，我现在是安全驾驶了。他好像，哎，我看那个显示的符号上还有一个，好像是一个人躺在上面睡觉的一个符号，那个是代表他可以有睡觉时间吗？那我现在是夜间开车啊，礼拜一的凌晨11点，一直开到礼拜二的，礼拜一晚上1点，一直开到礼拜二的凌晨2点多，我这算夜间开车吧？可以休息一下吧。警方有加油站，但一样依照惯例，不缺油，不加油。但前面那台车，哎，等等，哦，他的刹车的速度真的是出乎我压抑的快。慢慢的滑过去，真的很慢。应该刚刚好赶上他前进哦。还有点空余呢。前方是一个加油站，但我不需要，继续走。如果我没有油被留在路边，我就要使用道路救援服务了。我已经踩好这个踩好点，我知道怎么使用道路救援。这边是工业区吧，两旁像是工厂、公司跟厂吧。自己开着开着都有点想睡觉，又是晚上。我下次想要接个白天工作。晚上太好睡了，真的快睡着了啦，这样不行，我得拉起精神来振作一点，但是真的有点困，玩完这一趟就先休息好了，玩完这趟我就先休息，明天再继续，但是好想睡觉。没有激情的道路，没有办法激起我的斗志。虽然说太激情，我大概也 hold 不住，但我希望至少能够多一点车吧。然后我希望看到的是路边有什么可爱的小羊呢奔跑，或者是我希望可以买一只猫，然后放在车上陪我一起开车。那这样可能车祸率会大大提高，还是不要干这种事比较好。小心的滑，前面那台车肯定超速的，不是我在讲，我这样子都超速它，何况是它。你看，他已经开到我连车尾灯都看不到了。你看旁边的电塔上，这个电塔上面还在亮灯，多细啊，细致啊。看看这边有一个弯道，
72公里，有点太快了，放缓点，早点开完，早点拿钱，早点抽到钱，早点开公司，有自己的公司以后，应该才可以接到比较多的货单。现在我只能帮别人打工，不过开一趟车，如果真的有，真的开一趟车有5000欧元的话，一趟车5000欧，这个价也太高了吧？5000欧的话，我们就拿40来算的话，好像也太夸张了。5000欧太夸张了，还是货运价格真的就是那么贵？不知道，我倒是知道，像那种学校如果学生租游览车啊，一台游览车大概是开，假设从嘉义到台南好了，然后来回的话，大概一台游览车就是40个人坐的那种，一台游览车大概会需要20000左右，所以货运的价格的确是蛮贵的。那像这种开个200公里的，我觉得应该价格的确是蛮高，没有错。只是不知道会不会，只是高到5000欧也太夸张了吧。真好奇是不是真的实际的价格就是真的有那么高。真的有，我都想去欧洲当司机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前面一个转弯，我已经静静的打了方向灯。哎呦，等等，前面这车是怎么回事？吓我一跳。好，转弯。我在转弯的时候，我竟然看不到我的左手边，你敢信？好的，反正我到，看一下啊。我转弯的时候我看不到左手边，这个真的太夸张。好像有视角是可以看到啦，是哪个视角？这个视角可以看到左手边，5号视角可以看到左手边，7号视角，哎呦我擦，哎呦，我就跟大家示范一下不同的视角可以看到的地方，就撞，吓我一跳。吓一跳，等一下再给大家示范。10公里，我到啦。看看哦，前面的路有点迂回曲折，我看看怎么开。好，我们到科隆了，我们到科隆了。这条路我之前其实也开过，这一趟目前为止很顺利，希望，哎呦我擦，希望之后也能这么顺利。我有点超速，慢下来，前面要转弯，转弯。我发现转弯要慢慢转，转太快的话，我的尾巴跟不上。然后呢，直走，然后前面的红绿灯，再转弯，求不变灯号。哎，讨厌，我觉得我只是闯黄灯，你怎么这样？算了，你说的算吧。再来是前面再转，转，很好。接下来就只要到定位停进去就好了，应该就是这里。Pause pad， 嘿，这里很熟啊，
这里不是我昨天。这里不是我昨天晚上最后一趟也在这吗？哈哈，老朋友呢？来咯，来咯，现在就是这个游戏最具有挑战力的地方，就是如何正确的，诶，这次还蛮不错的。如何正确的停进停车格里？啊，再见。这是这个非常有难度、有挑战性的一环，就是停车的问题。好了，我看到。等等，换另外一边。另外一边，随便啦，好，总觉得有点歪歪的呢，是不是歪歪的呢？总觉得有很歪歪的呢。不行，歪歪的就不行，再来一次，来，很好，转个弯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了，管他的。耶哈，非常好，赚了3000块。现在我有多少钱了？现在我有8000。那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吧。那就谢谢大家，拜拜。